在电视上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上呢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介绍出家人的生活的文章或者是节目。那么我们可以发现，出家人除了诵经、拜佛跟打坐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健身或是休闲活动。那么究竟出家人能不能够参加各类运动或者是休闲活动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我们出家人呢，并不是没有活动，我们有活动。我们出家人也不是没有运动，我们有很多种运动。不过呢，这现在的人啊，什么打篮球啦，说打乒乓球啊，打羽毛球啊，打网球啊，踢足球啊，游泳啊，射箭啊，骑马呀、啊，这些，哎，打高尔夫球啊，像这一些运动呢，这是新式的，西方式的一种运动啊，对我们出家人来讲，到现在为止还不习惯，所以是呢，我们出家人呢，如果，到了这种场合去做运动的时候呢，可能人家会觉得我们觉得奇怪，这个出家人怎么也在这种场合出现呢？但是出家人是不是有运动呢？我们当然有很多运动，是不是有活动呢？我们当然有活动，我们做的活动蛮多的啊，特别是像我们法鼓山，以及现在有好多的佛教团体啊，出家人他是都非常的忙啊，忙着做什么？忙着做自己在修行，忙着帮助人家修行，忙着用佛法来帮助自己，用佛法来帮助人，这种活动，我们几乎啊天天有，像我们龙禅寺，以及所有的一些正规的佛教道场啊，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，多半是这样的啊，到晚上10点钟啊休息，晚上夜里边最多睡6个小时，有时候只能睡到5个小时，像我个人大概一天只能睡4个小时啊，这个睡眠的时间很短。但是呢，工作的时间，这个活动的时间，相当的多。那么打坐算不算运动呢？打坐也算运动的。我们打坐的运动啊，是我们气脉的运动。虽然我们肢体没有运动，但是内部的这个循环系统在运动，这消化系统在运动，内分泌系统在运动，那都是运动嘛。另外，我们出家人呢，在这个特别是禅宗的出家人呢，都会有啊这个运动的方法。那除了拜佛，这个磕大头，算是最好的、相当好的运动之外呢，我们有啊，像这个少林寺有什么？有少林拳。那我个人呢，从小就是学过少林拳，也练少林拳。那么现在呢，像我们寺院里面呢，也叫人家太极拳、瑜伽运动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有时候也请气功的老师啊，来教我们气功的运动。那么像这种运动法，都是目的呢，是从动中取静，静中取动，用这种啊的原理啊来做运动的。那么至于说，是不是可以打篮球？是不是可以啊打足球啊？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出家人呢，激烈的运动是不适宜的，而是不可以的。还有呢，肢体有冲突的那种运动啊，我们是不能够有的，就是有伤我们的威仪啊。这个对于我们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威仪，如果是参加是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啊，就表现出一种竞争的、互相的竞争呢，一种你争我斗的那种啊，心态和那种的一种表情，都会出现。所以我们尽量的呀，要像这种激烈的运动啊，我们不要做。可是呢，如果说这个轻松的一种运动啊，无伤大雅的运动啊，在我认为还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你这个羽毛球，两个人
打羽毛球应该没什么问题啊，这个是一个轻柔的运动啊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那如果说是那个一个组是打排球打篮球，像这种运动是不是可以提倡呢？现在也有佛教的团体和法师啊，他们主张啊可以打啊。那在我来讲的话，我比较保守，我不能说他们是犯戒，但是呢，我想，我是还没有主张啊，我们这个出家人一个比丘尼队，来一个和尚队来去踢足球、打篮球，我想啊，如果风气形成了，大家都这么做了，我反对也没有用，但是呢，在目前来讲啊，我想还没有到这种程度。至于说，我们出家人呢，是不是反对运动？没有，在家人应该有的一种啊运动的方式，我们呢是不会反对的。那在出家人呢，总是有个出家人的威仪啊。像比如说我们出家人穿的长衫，你去打篮球总是不好意思吧，也不能打啊，穿的长衫踢足球这也不像样子嘛。我也没有看到像西方的那些神父啊，那些修女啊，这个参加这个世运会的这个奥林匹克什么世运会的竞技比赛，我好像也没有看到过。因此呢，我想出家人呢，就是出家人就有出家人的一种啊生活方式，出家人呢有出家人的呀一种啊这个仪表规范，不能够啊说在家人做的我们出家人都要做。虽然也不杀也不偷也不抢也不啊淫，但是呢在这个动作上面呢，在位移上面，宗教师还是宗教师啊，宗教师啊应该有跟一般的俗人呢有所不同的地方。这是呢我对于啊这个所谓要不要有运动啊，或者是能不能运动的一种看法。但是我们在寺院里面呢不缺少运动啊，我们现在所教的那种运动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出家人在用，我们在家居士啊也在用的，所以是不要担心着我们出家人没有运动。阿弥陀佛。